新的一场战争即将开始。寡人需要一个能守我刀剑的人。只不过如今他还沉睡在摇篮里。我拿刀是想救人。哥哥想杀我，你让他亲自拿着刀来。继承斩铁剑的人就应该去守护更多的人。最终能成就英雄的是他的那颗心。铁甲依然在。